接着为您播出华视午间新闻。上吐下泻，其中十二个人症状严重，紧急送医。他们吃的早餐呢，有汉堡、奶茶、鸡块跟面线，哪个环节出错了呢？卫生局已经采集检体化验。替代一男陆续从救护车上下来，看起来身体很虚弱的样子。有人拉肚子，拉到身体都挺不直。医生看诊时，还有人拿着塑胶袋，防止随时吐出来。那你吃了什么东西？早上喝面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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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奶茶。奶茶。还有汉堡上的汉堡。今天早上吃过早餐后，总共有130位替代役男出现了上吐下泻的症状，其中症状严重的12位送往彰化基督教医院就医。这位替代役男症状最惨，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拉肚子拉了9次，躺在病床上身体还是很不舒服，医师初步研判很有可能是食物中毒。这么快的话，我们不排除了有考虑是有关食物中毒里面金黄色球的一个葡萄球菌的一个中毒。发生食物中毒的单位是内政部役政署的替代役训练班，这次在成功岭受训却发生食物中毒的意外。提供餐点的是台中无器的外包商，卫生局已经采集检体化验，要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记者林智慧、谢忠义，台中彰化报道。